是，手机玩原神竟然这么痛苦吗？前两天我想让一个朋友到一个位置拍照的时候，发现他半天都挪不到位置上，于是我就问了一下他，谁知这一问就跟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样，他说我是手机玩的，你不知道吗？手机玩原神吧，除了要随时担心内存不足、卡延时间长、操作容易误触、抓紧点费劲外，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毛病啊！好，有这么多问题吗？然后还有更多的人跑出来吐槽了，说手机开船根本开不好啊！不是，说实话，我电脑也开不好呀。还有每次从凯瑟琳那儿领完奖励，急匆匆退出的时候，总会不小心按到大招，然后角色就在原地给凯瑟琳表演一段，凯瑟琳直呼这孩子真的太客气了。还有人说手机玩家最难受的是弓箭角色瞄准的时候根本瞄不准，这好像是确实。一直有人说手机玩干预和电脑玩干预简直是两个角色，而且现在还多了一个离尼。最离谱的是这个，冲刺的时候经常按到普攻，我笑死了。跑两步 A 一下，跑两步 A 一下，练习剑术嘛，好习惯好习惯。还有最后一个米哈游都得哭死的操作，请使用注册设备进行充值。